我们是远在他乡，但是我们也真的是看不下去了，就是因为看不下去，我们今天才会在这里。各位，对不对？对。我们还看得下去吗？看得下去。这是一个怎么样的马来西亚？没错。作为一个台湾的公民，我们有那个义务、有责任，然后来把台湾，就是用台湾的民主自由来促进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自由。就是针对目前这样的一个，就是越来越好像感觉是不是有一种趋势，就是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理由，然后去钳制人民的机会结社啊，言论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今天这些威权的统治者依旧是跟这些财团紧紧的相连，所以我们今天反对的不只是反对一个威权的政府，我们更要反对的是有一个财团治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我觉得不管是大马的学生还是台湾的学生，都在做一样的事，就是追求民主自由。那我也相信，每一个世代的勇气都会决定我们未来的幸福。自由跟民主，没有政权会给你，一定要争取。一步一步的争取，不是赐予的。把这些退步，把这些戒严的法律把它废除掉。那我们能做的，不敢说很多，但是我们尽量去做。那如果有什么需要大家团结起来的，我们就全力以赴。民主为先，民主为先，立即选举，立即选举，民主为先。民主为先，立即选举，立即选举。我们是不赞成他这种啊，用那种过期的罐头的法令。那这是过期罐头法令，因为这种啊是英国人发明的罐头法令来的。这种过期罐头法令啊，早就应该扫进历史的灰烬里面的，哪里还可以拿出来抓人，对不对？对。啊，至少他的前任是用1960年的啊，比较近期一点过期的罐头法令那样子。啊，比较好一点那样子，是用内安法令啊，这种煽动法令，在我记得前几年在加拿大已经扫进去了，对不对？扫进那个，虽然这个法令一直都有，人家已经不用了，只是说这个法令它是有它的不周延的地方。可是呢，我们的政府都是非常的伟大，也非常聪明，因为他们非常喜欢这种东西，觉得这种过期的罐头法令是非常好的那样子，偶尔拿出来用一下可以吓吓人的、啊。对。深切，因为不是马来西亚人，怎么会知道在马来西亚人的立场？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不能讲，因为我们连基本的自由，穿黑色衣服的自由都没有，对不对？对。我们要穿一些黑色衣服，来向苏丹表达一下我们对他不满的自由也没有，对不对？对。为什么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苏丹的权力可以逾越？议会的权利呢，对不对？对。为什么苏丹可以说换这个州长就换州大臣就换州大臣？为什么不要解散国会就不要解散国会，对不对？对。所以我们来喊一下口号，我们也是要呼吁一下我们的霹雳州苏丹啊，马上解散州议会，马上解散州议会，重新举行选举，重新举行选举。昨天晚上收到消息，我们的朋友，那朋友跟我们一起在台湾念过书，我们两年前一起在这边，还有不是两年前，就我们这边一起参与过游行啦，一起当然也一起吃吃喝喝怎样怎样的。那他把在台湾带的学习到这些自由啊这些东西带到马来西亚去，那他在马来西亚昨天晚上只不过做了一些跟我们现在做很相像的事情，他们举行一个很和平的烛光晚会，然后他们就不明就里就被带上警察车。虽然他们在几个小时后就被释放，可是这个举动让我们觉得很愤怒，因为为什么连和平举行烛光晚会的自由都没有？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表达我们的意见？对，政府这样做代表的是什么？然后今天早上我看报纸，对不起，应该说电子媒体，报纸不会登的啊，就是，对吗？对。今天早上在霹雳州的州议会外面，只不过你身穿黑色的衣服，你马上就会遭警方的关切，甚至被带走。今天早上你看到电子媒体显示有30个人被带走，其中8个是国州的那个国会议员，就是他们是有官务在身。那什么时候我们居然走到一步，我们连喜欢穿什么衣服都不可以？
就我们连要穿什么颜色衣服的自由都没有。你知道这显示什么吗？这显示政府很害怕，政府很慌张了。他没有其他的办法，他能够做的只有不断的用恐怖的反应阻吓你，就让你知道哦，你不要来，你来就会被抓。那些其实我也知道，现在网络上很多声音就说，不要随便去这个地方啊，在去这个地方可能你会被妈打抓走啊，怎样怎样怎样。可是，我想很幸运的，不知道是幸或者不幸，我们人在台湾。对，今天晚上过后应该没有人会抓我们，现在也不会突然有警察车把我们就不明就里拉走几个小时，让我们家里人、让我们的父母亲找不到我们。对，可是我们的朋友，他回到他自己的国家，他要做这件事情，他就被带走了，就不明就里被抓走，这是我不能够忍受的。所以我今天是响应黄进发先生的那个号召，整个竞选门的号召，穿黑色的衣服，告诉那些政权，这是一个黑色马来西亚，然后请你不要再用这种暴力去钳制人民的自由。我要讲的就是这样，谢谢。然后我们主要这次的活动，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一次的聚会啊，然后能够传回去给马来西亚，主要就是呢鼓励我们在马来西亚继续努力的朋友们说，还有一群人在海外台湾的朋友们继续在海外支持他们。对，所以希望就是在场的朋友就是可以同心协力，就是把它涂上黑色这样。来，我们希望哈，就是在场的朋友也能就是向前哈，尽量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画上几笔哈，我们抱着我们一个沉重的心情，为我们的美丽的马来西亚就变成一个黑色的马来西亚。来，各位，我们喊一下，我要喊号，民主为先，民